板也一样，唱得好有什么用啊？哦，他只唱得好，给你们剧本也能演出来。还真是，他不了解这里的道理。给他个钢丝，他知道从哪儿要啊？还真是，你的几号钢丝，是不是用什么那个滑轮？怎么弹还省劲儿，对吧？我们家也不知道。你要把这个秘密弄那个，哦，这我又包出去了。我们是帮忙设计这个情节，哦，就是王磊构思。哎，比如说吧，郭老师这块加一个这个，一个钢丝，一个环节加进来，给他们舞台上更更好看，更漂亮。哦，就把这个想法一说出来，你们家就挣钱了。你以为这么容易？哎呦，不简单了，我也不知道你一会儿简单一会儿难的。那你老把这个东西想得简单了，你就琢磨着来个人呢，哎呀，有这个想法，拿钢丝这事儿就办成了。哦，这个构思怎么加进来这么说？哦，这是编剧的事。对，就编过一个济公传。济公传多少本啊？多少本？好几本呢。就像没有收入过一样。都是我们家帮着弄的。哎呦，太厉害了。对，你包括明年啊，马上要快过年了，到年底了，明年开春接着唱，还唱，又有新戏，嚯，老推陈出新，那当然了，你得跟上时代的脚步，真是。这回打算出国巡演，上外国唱京剧去，不让唱了，让唱，外国人华侨朋友们喜欢京剧，外国人多土豪，去国外，出国，哪儿哪儿，你也是。哪儿啊？美国，上美国唱京剧。就你这种话，你老带什么质疑呢？挺好的，挺好的，没问题，上美国唱去了。只要有护照，现下来坐飞机，一万来块钱，说没去。你给我澳大利亚，澳大利亚人也唱京剧。华侨，华侨，哪儿都有华侨，全世界都在去说中国话，都去非洲。也去，去，黑人朋友也要去。那没有华侨吗？有华侨。对，去啊，对不？你只要是有中国人地方，就不去。哦，这是送戏下乡。送戏下乡，就是有华侨的人，咱就得去，是吧？对，打入这个群众当中去啊、哦，哪都去。哎，这也是新戏啊，也是我们家在这儿包我参与了，带着你上非洲。挺好的，咱好一苗啊，这边正闹着还多拉呢。我帮着写创编，而且我参与。哦，那你挺厉害的，用你捧我去啊。当然得去了，当然得去了，这多新鲜，弄完了不去干说啊、哦、明年就得去了，明年开始就走。那现在赶紧办护照，赶紧签证啊，要赶不上这飞机就告诉你。我们那不知道怎么办，坐飞机跟坐大巴不一样，不是说受累让我上去，让我上去，人就说让你上啊，可以，我们上去，上车上。哦，拿护照，对，拿着护照才能坐飞机，对，到那抢不了座啊，上座，我看不了这个座，出去，从群里就给你踢出群聊，拜拜。这个人国外的那个飞机啊，咱坐不少，好坐，咱只能拿护照，有那国际航班。对吧？对，国际航班咱是不是重点是这出新戏，嗯，多人演过，让人家耳目一新，是吗？哎，对了，多好的京剧，我能听见您这个点子吗？哎，你就听这个名字啊，你就觉得这戏了不得吗？你快说吧，我已经迫不及待了。怎么了，家伙？不害怕。哎呦，一听这名字啊，洪阳洞。哎呦吓我一跳，哎，吓死我了，这吓我小肚子一跳一跳的，一边开动了。哎呦，洪阳洞什么老戏吧，这太老了，这戏老戏，这一百多年了。我说是不在中国唱的，上外国非洲骗非洲朋友去了。哎，什么叫骗呢？对呀，欺负当地酋长是不是？给你穿签子上都你们家你听过吗？你了解？太老了，这内容也老，名字也老。什么内容？什么内容？宋朝，嗯，杨家将杨六郎夜得一梦，梦见自己父亲杨老命官的骸骨在美国洪阳洞，于是派孟良前去盗骨，派
带着孟良可没被交战。孟良到了美国，正在倒着柴火呢，正在那刀刀刀刀，哎哎，就开始找了。哎，不是，哎哎，这是哎，这是骨，哎哎骨，不就是吗？啊，然后交战凑了两个字儿出来，交战后边偷偷跟着他呀。你看，哟，我格子干嘛呢？我格子，这刀骨头的跟这儿，哎，正拿着，哎呀，哎，你这他妈老北京啊，这是。后来一听，哎呦，有奸细，拿着斧子唰一砍，把他给砍死了。哎，砍完一看，哎呦，这不是我的弟弟吗？弟弟，他就把这个哎脑袋往身上安，安不上，死球的了。然后那个消息到杨六郎耳朵里了，杨六郎打一气死了，这仨人都死了，三阴天，三星归位，老戏。傻子，故事讲完了，大家伙一头雾水，他妈不知道你说的是个什么。就是见人照带到最后了，你看是我的大弟。好，好，好，大哥真好，你复述一遍，你解释一遍，他讲的是什么？说的跟听懂了似的。大概我知道，您的那个老戏啊，是传统剧目。假了一个人嘛，对吧？杨六郎夜得一梦，他父亲还在北国官府派孟良没被交战，是这意思吗？对。然后呢，到那儿和有这个交战的偷偷跟着去了，然后孟良发现他了，不知道是他，给他砍死了，就这么故事。对，这太远了。对，而且现在的观众不爱看你悲情戏，都死了，不新鲜的。悲情戏看完了，自己挺难过的，特别难受，不舒服。现在还是以这个喜剧的形式居多。哦，还能有喜剧？对了，现在你主导力量，你看电影、看电视剧，虽然说最后有一个升华了，但是大部分的东西你要搞笑。哦，死的那么开心？不是死，你可以说不死啊？不可以吗？这怎么不可以？你设计呀、啊！把砍死以后，哎呀，我弟弟把脑袋安上，哎，就活了。对呀、啊，拿着针对好了，到时候到个新的给他装上啊。对。这孟良夸一摘那铁皮的福瑞，他是谁？福瑞，这是谁？刑警局那个局长，是得吹牛，真挺乱的，真惨。他这戏呀，比我们写那个相当，怎么说呢？就是有阳光。开心一点、哦、是吗？哎，对了，什么剧情我听听。人糊涂，还是这些人，杨六郎啊，夜得一梦，梦见自己父亲的骸骨在北国洪阳渡。但是原著里写着，太孟良没派交换。对呀、啊，改了他，这能改？俩人一块去，两倍的力量。对，而且孟良交战跟亲兄弟一样。对呀、啊，人家把兄弟关系好着呢。他们俩的关系啊，真是默契程度啊，成倍的高。成功的就把这个孩子倒过来，嘿，拿过来了，成功了，目的就达到了。杨六郎很开心的，高兴，把这事儿禀报朝廷，人家皇上也开心呢，替他感到开心高兴。这样吧，咱们五天同庆，几国上下举行一个大型的 party 晚会。那阵有 party 吗？老 party， 老年间的聚会，弄一 party 晚会。哎呀，好吃好喝好待遇。这里的功臣是孟良和焦赞，这俩人付出了很多的辛苦，犒赏一下，把好东西都给这俩人，洋酒、洋妞、洋烟、洋汤、洋胆，都给这俩人配上。抽着洋烟，喝着洋酒，搂着洋妞，这边洋汤砸碎，哎呦，那外头娘们先扇一顿。你往那儿一坐，你就说骚不骚？骚有什么关尿了呀？就是那种感觉哦，就好东西啊！哦，大型的宴会，大型宴会，哦，宴会。而且我们设计啊，这个宴会尽量咱不用外人啊，就用咱们德云社这些演员。哦，把这些演员全拉到非洲演去。对呀、啊，怎么了？大伙儿一块出国呀？太好了，你妈回来了。我们不是移民哦，我们到那儿演出去，都得去烧饼，烧饼，烧饼是什么？哦，就那个说相声逗那哥们儿，逗不逗不知道，反正是说相声啊。烧饼，哎，那个大壮汉，哎，对吧？朱云峰嘛，对，有膀子力气啊，表演演大马，骑着大去。
又要吹弹，对吗？小嘴一鼓棒，又要吹弹，来吧，小大妹。真想尿黄尿自己脸上，吹弹都不过瘾了，真变态。戴着刀柄，撕脸盆，吹着大皮手套啊，有膀子力气，干点力气活。这二人转都不演这个，他不东北人吗？对对对，在二人转里都属于过时的节目，那么烧饼上非洲现实的节目，在中国不演。对，给他带走，到那儿吃那当地特色吃蝙蝠啊，吃蝙蝠你们回不来。哎，别都有参与感，都有参与感啊。你比方说吧，有的郭老师。郭老师有一个主要角色啊，他演那个皇上，他得演皇上，他演那皇上，对，但演皇上也演节目，他也演节目，哎，司夜谋，晚登夜谋，哦，这是节目，哎，对对，脑顶上点火，哦，把头发燎没了，哦，毛囊都烧死，哦，他本来也不演。于谦啊，干嘛？演佘太君，买醉出生那老太太。对对对，演佘太君啊，好。哎，他在演什么呀？钢筋缠脖，大钢筋那么粗，钢筋把脖缠死了，嗓子眼卡大力棒子。哦，不能喝下去啊！卡完了，旋一个，从鼻子眼里往外喷。这不太精彩了，这节目。再往外喷。真的，喝酒就这一套，就这么豪华的阵容，这是刘老根都不用这个，都觉得有点又被淘汰了。这都是90年代北京斯卡拉的那种现场，是吗？那他妈昨天我怎么看的还是这个？人正经的夜场都不玩这个，是吗？那我去的这么不正经吗？哎呀，你太老了，这个不是就是玩怎么热闹怎么来，就越热闹越嫌热闹。哎。解开了，让这个圈大爷啊穿比基尼，他脸都耷拉成那样了，身上得耷拉成什么样？跳钢管舞，你琢磨着，哎，孟良娇在这边喝着酒，走着凉天，看着圈大爷在那跳钢管舞。真的，这边山呼呼，这边臭嘎子窝子，看一个男不男女不女跳钢管舞，这院子都太丰富了，你都得配上大高脸那黑丝袜，对对对，都给他穿上啊，是这态度，因为非洲当地的那个朋友酋长没见过。你别老跟我贫气啊，我没贫气，您那块打猎是弄一个小竹筒，直接一套还拿着这棍儿还追逐了，还赶路呢，还脚马，他们一看见这个他就特别开心，直接往上就扔包。这蚊子老怎么围着你串呢？你他妈是不是都臭了？我怎么围着我穿的是臭的吗？那是他想咬我，他想吸我的血。但是跟你聊天儿，不过我一点叨叨叨叨叨叨的，好歹我们也都喝了呢。确实不错呀，这个都去吧，人都订完了吗？没订完，大部分演员定下来了。哦，现在有一个空缺，有这么一个主角，不是选谁合适？皇上对吗？咱不聊了吗？郭老师，但是少这个角色，让我去演郭老师，你演叶谋。确实挺欠揪的，他不缺哪个角色？你带上我呀，我有护照啊 ，ID 我有。人家到那儿，当时我们缺一个小角色，叫焦赞，没问题，活焦赞，二道焦赞。你知道焦赞干嘛？干嘛的？我干。你会唱戏吗？我你了解戏吗？太，你跟我拼戏半天，这戏你这个瞧不起那个瞧不起的。咱不去非洲吗？咱上这边不买点当地特产吗？咱不弄点变成那点鲜货回来吗？那边出那个香蕉的，这都熟熟的。自己去呀，那不得花钱吗？都坐公家飞机去吗？那不得高级去吗？是的，又想去啊，还得瞧不起我们。没问题，让我演马行吗？你们骑着我去。
你烟吗？你配吗？不配，我爸当时就入给我补货了。那大熊猫啪就出去藏点儿去了。我怕给我补货了，换一个角色，从这儿出，从这儿进去，啪从底下出来，当时就给你烤了。扮演一个人类的话，你要想去，就只有交代这一个角色了，是或者说后边那些群演，你能会什么？你告诉我，现在你会什么？四脸盘内你能来吗？对，我来，你也瞧不起。对，你觉得是现现？我来一个行吗？哪个？交代行吗？会吗？会呀、啊，会交代。对呀、啊，交代往那一站嘛，有台词吗？多新鲜呢！还有台词呢。干嘛？主角主要角色没台词干嘛去了？那你教教我呀，他告诉我呀，帅哥。真是，你真会聊天儿。不是我不教给你，你首先来说，你得觉得这戏你打心眼里你觉得可以，我觉得可以啊。带你去，内容多好啊！现在真是，这点这戏藏不住，只能告诉我，这点这棒子要说出去，张艺谋容易给他拍成电影。真的，你张艺谋也没见过面。不，90年代都不用了吗？对，你现在用的，打的就是一个反差嘛，对不对？你要乐意去，我可以教给你。好，当然说能不能去也是师傅定。哦，他得拍板儿，连你最好还是把这个角色定下来，我再学。那你得都学会了，到那儿老师郭老师一问了，你们这个谁角色，你们谁能胜任？啊，你举手。啊，我已经融会贯通了，我都拿下了。可以啊，你快交给我吧。交给你啊。说呀，就这么跟你说呀。你还想学能耐，能跟我客气客气吗？我给你鞠个躬就完了。先生，请交给我这轻举高马。倒霉不是你，到非洲了吗？已经。交给你啊，我呀是跟你配戏的那个人。哦，你是谁呀？我孟良啊。哦，老孟。哎，老孟就是我。啊，我演那个孟良。嗯，你来那个交赞，到时咱俩有对手戏，没问题。所以说咱俩一定有默契程度。可以，这样彩排一下，行，一边演着我一边交给你。好，没有问题吧？没问题。嗯，温武场面有吗？什么？温武场面就是那个锣鼓家伙。没有，这地儿都有那个，这地儿台都这么窄，说相声会乱不开。没有怎么办？没有这么怎么办？你客气一点，觉得脑子还得客气两下，有那种声音。不行，没有加入点儿，直接上台话很尴尬。那应该怎么办呢？带一点伴奏好吗？伴奏咱也没有啊，就拿嘴呀、啊，拿嘴学伴奏，学那个加入点儿。哇，你会 B-box？ 我会冒音怎么着？还有很简单，你学会咱记着来就完了。哎，你来打一个，来来点，看见来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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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共泪光，一泪泪光。我太像了，我闭着眼就以为在这敲锣打鼓的了，真是一点听不出来。真的吗？不了。赶紧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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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赶紧这加入点怎么你打得这么潇洒？我们还加入点小电音在里边。电音不用，不用，不用加电音啊！你再听一遍啊！看，赶紧来，赶紧来，赶紧来，东西大，东西中。赶紧来，赶紧来，东西大，东西中。差不多，就是短了一点，是是，稍微短一点，看看，开始，动起大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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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丢起大气，丢起丢，动起大气，动起大气，丢起三遍不一样啊！这么隐晦都听出来了吗？多新鲜，什么骗我二十两腰带？行了行了，能记住哪个？谁我都记住了，就第一个吧。行，看见没见？看见没见？看见没见？空雷矿，飞雷矿。行，这样啊，把这个扇子拿起来，现在该出扇子了。这是马鞭，这就是马鞭了。咱得骑马呀，好，不能也配跟马。没问题，舞台上跑开。对对对对，拿着马鞭，咱打后台到前台，好吧？好，这是前台。走。后台上场门下场门，这就是上场门下场门了，都明白了吗？明白了。咱现在回后台，你干嘛去？你要好好拿，好，跟着点啊！哎，走！干起来去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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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干起来去！空雷矿，黑雷矿，机关秘密要紧难深。别唱。100人用了，别说厕所，厕所的马桶。
B 面 B 面他在 A 面上拉货也能伺候进去了，你唱什么包了浆了你知道吗？唱什么玩意儿机关命运，哎这哎呦你怎么了，这不是这词儿啊，什么词儿啊，有一句北国道有洪阳洞啊，你得点题呀、啊、他得点题，北国道有洪阳洞，对唱这词儿，唱这词儿，我带你去国外，我带你去非洲啊！啊，郭老师能用你啊？让你看四脸盆的，让你看大力棒的，确实，四眼毛那个。我再重申一遍我的立场，我不是为了看这个去，我是为了搂着洋妞喝洋汤去。再重申一下。虽然能唱外国，你得唱我们这新的。新的是什么词儿啊？机关秘密要谨慎。那阵儿有机关吗？老机关。哦，老机关。你琢磨当时孟良娇在哪儿上班啊？在哪儿上班啊？在那洋行手里边。对呀、啊。当兵的。哦。对吗？相当于现在有机关单位。哦。咱俩到五明着去还是去呢？按着去的嘛。对呀、啊，秘密前往啊。嗯。到了那儿，咱就得谨慎行事呢。哦。机关秘密要谨慎。哦，这是你唱的头一句，简单吧？那我唱什么呀？你后台用词。哇，学能耐没有说在这儿学的，前台这儿唱着戏了，在这儿我都告诉你了，那免去了，你也听见了。哎呦，别后台，打我的斜方肌。我唱什么呀？客气客气，还真准，左右开弓。学能耐的，急功叫个老板，大不了我，小不了你的。老板，我唱什么呀？你唱啊。侦探北国走一程，那阵儿有侦探吗？老侦探，我家里不就行。哎，侦探波罗，前面唱走，这唱给谁听啊？不得到这儿才能唱的吗？侦探波罗，我先唱，唱啊！你倒是，我先张嘴，我是那个甲，你是那个乙，我是那一，你是那个二，我是 A， 你是 B。什么玩意儿来了来了干嘛呢，我加戏一辈子我就把这病块揉下去，好好催奶的。机关秘密要谨慎，我说我是大花脸怎么了？你得说按你骂亮加我散哇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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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又懂了，你又懂了，到那哈报自己叫孟良娇散，对呀、啊、咱到五明着去按着去，按着去，按着去，到那报自己本名，对，一点掩护不打，到人家那入关了，人有门卫都得问问你们叫什么名字，我是孟亮，我是娇散，哇哇哇哇，美国来的惊喜拿机关车动了，那阵儿有机关枪吗？老机关枪。你个大花脸。对，到这儿就哎，你我你这啊，花脸呢？那我唱什么呀？你唱，你后台问题。咱想着打这个是吗？我唱什么呀？老板，我唱什么呀？你唱按二花脸呢？按二花脸，前面唱。按二，我先走，我先走。啊啊！大花脸的，二花脸的，我是个贼，我是个活鸡。为何还有鸟语？啊，这跟鸟语有什么关系？大雷，我一什么玩意儿？我有那么长吗？这是人当地语言，人到人当地就得学人当地话，都是为了迷惑敌人。哦，我的意思问你，他说来吧，我的伙计，那我唱什么呀？后边问你后边。过来。刚才打到哪儿？啊、哦，我唱什么呀？告诉我呀，告诉我呀，怎么办？
你唱我寂寞早就累了，我寂寞前面唱去呀，我寂寞你先唱。没有没有没有，你们怎么打屁了吗？你唱你那把那个取消掉行吗？不要打斗了，咱不要闹了啊！咱这直接在这都在这学吧，咱别放后台了。好好好。我说来，我都不记你。我给我早就累了。那我来问你，你是谁家的儿子？哈哈，我不知道。这挺萌啊！我就说，咱哥俩那个傻小子似的，咱哥俩关系那特别的完善。你不知道我是谁的儿子？我真的好伤心啊！我知道啊，那你说呀，你还问呢？但是我不能说，为什么？这话人家当时人都在那儿谈查呢，对吧？我到那儿说把你爸名字说出来的，人家那儿把你家里祖宗十八代呀，人都调查干净啊。一知道你爸名字，你跑不了，完蛋了。对了，那行行行，那我应该怎么办呢？你就笼统说呀，你为了迷惑他，我说你是谁家的儿子，你就这么告诉他。我是我爸爸的儿子，活了三十年我才知道我是我爸爸的儿子。哎呀，对吗？他一听一个不吱声的。行吧，明白了吗？好。冒来问你，你是谁家的儿子？我是我爸爸的儿子。你倒不愿意，不愿意也得行啊。愿意和不愿意不细分，某道认可，某道认可，把你国籍给我当成儿子认可。痴心妄想，委屈你，多谢谢你。我能给你当儿子吗？你怎么就不配给我当儿子？不像啊，我不像你儿子，私生子。私生不了这么帅呀，问题是，我私生不了这么大。不是，咱们是为了迷惑敌人。咱们就啊，打第一句就开始迷惑敌人，敌人狡猾，还真是。你琢磨呀，咱都是咱们跟亲兄弟一样，咱要好，咱们哥们兄弟到那儿一听啊，这个兄弟怒杀错不放过呀，机关枪打打打打，对吧？你到这儿能迷惑他呀，咱就装父子爷俩去。哦，那我同意，我是他儿子，这就完了。你有那心理活动啊？我真是他儿子。心理活动现在这个状态呀，你打前八年就想给我当儿子，我还没同意。赶上人家陪我家里多多想起这个事儿来了，他说我当儿子了，得了，今儿就今儿个吧，我同意了。你琢磨你八年的愿望实现了，不开心吗？高兴啊！哎，喜怒于言表之间的高兴的心愿。哎呀，我倒是乐意你很能啊！啊啊啊啊啊啊！你这是要出海吗？你才是王八呢！你这个状态像翻车，这种状态了解吗？好好好好，明白了。到这儿为止，我这儿一个小节，记得住吗？啊，我记住了，还记得吗？你刚一个自然段，当然记不住了，怕你脑子跟不上，跟得上，巩固一下，到时候来一回。好，来。坐，干起来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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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空来逛，才来逛，机关秘密要紧。你回来，偷偷啊，偷偷啊，真的，为什么你要走？九点半下班了，你真是，我没想到你是这样完事就走的男人。我真没有想到你是这样的人。完事了还不走，你还在这待着呀？真是无情啊。不是，我觉得差不多了，到底是干什么？那个外国妇女，这羊汤啊，羊烟、羊酒有啊，好不好？那不得在大结局吗？咱们这个呢，第一集啊，来吧，看啊，我已经迫不及待了。现在我只写了开头，构思了一个。
个结尾，中间的过程我还没有写完，你赶紧想啊，不得慢慢写呀，聪明的小脑袋怎么休息了？那个是我现在一张嘴我能写完的吗？那不是有时间吗？啊，我们家写戏大概半年能写这么大概一集，半年写一集倒是无所谓，我们这一共是500集，一共写500集，对，哦，你们家有那种长寿基因吗？我们家呀是基本地连辈写哦，我们家没有长寿基因，就是我没的还有我儿子，我儿子还有我孙子，子子孙孙无穷尽也。哦，不要了，我等不及。你也有儿子呀？不行，我不想让我儿子再看这种愚蠢的行业。对呀、啊，不是您这什么意思呀？这天堂没有相声和喜剧，看这白了没了。不是我这意思，说就到这儿，反正第一集现在就写到这儿。哦、要想看后边就等，就是第一集精彩桥段，就是把我过去给你当儿子就完了。你可以都理解了。哦，第一集这一折子戏是不是？对，折戏。这第一折的名字就叫《喜得鬼嘴》。哎，可以跟师傅说，把这个名字这一折的名字给它加进去。哦，明白。好，你这个做工似的。哎，这折叫做工。哎，以后这春晚就有了，这个做工。然后这什么什么战，这喜多会走。哎，这听你的，听你的，咱能再唱一遍吗？还得巩固一遍，再来一回吗？最后来，您好，您过来，这回我来蹦两，你来交代行不行？什么叫你来蹦两，我来交代？就是我来蹦，就是字面的意思，我扮演蹦两，你扮演交代。你在这儿，我在那儿。Are you ready? No. No. 我来不了交代。你怎么来不了？我来不了交代，因为你不了解这情况。什么呀？交代的词儿我没有。什么？就交代这个词儿我不会。交代的词儿你不会？不会。你怎么教的我呀？怎么教的我呀？他问的有道理。对，来吧，快点吧，来呀！我就得这样。对呀。走，扛起来，去，扛起来，去，扛起来。你把我鞋踩掉了，我这马蹬掉了。走啊，看起来去，看起来去，看起来去，快来快起来快！希望秘密要紧呐。你登我了，我登了，我等了得有半秒多钟呢。你琢磨，你看你打架吧，看见这些，看见这些，看见这些，空雷光，黑雷光，唱你不唱哦，我唱。再说这玩意儿，谁抢着换谁的？哦，那我明白了，再来一遍，来吧，机关秘密。你马这么快吗？嘉宾啊，大河林啊，查二的你，单唱好好唱行吗？单唱不走一程啊啊，大河林的，我也是大河林的，行，老二。我是二，老二，老二，大人。不爱听的呢，我们就小点声说。就是现在相声这个行业，确实啊，很多年轻人不喜欢。但是有时候来东北演出呢，心里确实挺忐忑。这个东北的观众啊，我觉得这个第一笑点有点高，第二呢，接触的喜剧形式比较多。哎，因为东北人自身呢自带这个幽默细胞，那有时候我们后台一聊天，舞台的节目一出来，这个东北演出都害怕。
又尤其我们昨天真去看，你知道吗？就刚才我说的那句话，就我昨天在剧场里看到的，撕裂的吹口哨，然后一直到我啊，哭到那口哨，钢筋残的花，大力棒。这个咱甭管说别的，我觉得一般人来讲，那肯定人二人转哪儿那多好。那真挺有意思，你看，尤其人家带那个灯光啊，带音响，就是给你一人拿个小手拍，对吧？你就拍着呗，整体那个节奏感就特别强烈，对对吧？其实你甭说观众，包括我们看这个从业者，有时到那块儿，我们也能融入那个氛围，对对吧？听着也挺开心的，但是也想你说跟人学习学习，台上更洒脱一点吧，不做不到，对吧？因为咱们这个形式比较安静，比较枯燥。就是两个人用这张嘴取悦大伙，一对一句的，你有来言我有去语，慢慢的说，给大家拉进我们这个情境当中来。尤其像我们旅行社来说，今年这个商演还比较多，全国各地来说去的地方还真不少。而且我是2013年来到的旅行社，打那阵开始，旅行社就已经开始走入商业演出，但那阵演出呢，明星很少。那阵能够商演的，其实就是我师傅霍老师，外甥一个师哥叫云鹏，那是全部巡演。有时跟着出去演出去，也是一个长见识的机会。你看我第一次出门演出，跟的是霍老师，跟郭老师去哪儿？去咱们那个大连，大连是一个好城市，哎，人家靠着海呀、啊，到那个地方，而且我师傅出门啊，他这个生活条件那个待遇比较高。到那里吃当地比较有名的海鲜，特色。落地嘛，落地就直接奔海边吃那个当地海鲜，包括住人酒店也有住那个豪华酒店，五星级，对吧？咱要自己出门呢，充其量住个三星四星，天儿我是五星，标准。人家得是一个行政套房，大连大酒店啊，这是真典籍。都是什么？威斯汀啊，喜来登啊。希尔顿呢、啊？这些是吧？不能是中国字儿，必须得是外国字儿。就住这个豪华，对。而且那是2013、2014年啊，那会儿我们俩也小，那是我俩哎二十出头，好多东西不了解。你比方说，我到人家那儿了，开门不会开门。以前住那个酒店，开门用钥匙，那得炸。房卡。给张房卡能进吗？现在都这样，现在也懂啊，一刷那个打印机，一刷嘚一响，拼命就能进。也是我师哥商务告诉我们，你刷去吧，门把手那位置，我搁那儿去拿明信卡一刷，还真响呢。推门吧，站在那块儿推了十多分钟没推开，门坏了，最后一拉，开开了，进去吧。进了屋把东西收拾收拾，这屋还真大。哎呀，两张大床啊，真不错啊！把东西放好了，自个儿到时候看。可能这海鲜里面太香了，有点这个水土不服了。当时来说吧，就有点闹肚子。哎呀，闹肚子有点怎么说呢？就想拉屎。人家也有时间，去吧。哎呀，赶紧卫生间进，也给他们推十多分钟没推开，拉拉了二十多分钟没拉开，坏一横滑。开开了，进去吧。朱老师当时半个多小时脸都紫了。朱老师当时我感觉已经不想拉了，想吐。坐上来，哎呦，真逗啊！在厕所里又得转了两三圈，发现一个致命的事：没马桶。当时就琢磨了，这高档酒店没有马桶，可能这个有钱人不拉屎。使使财呀，他可能回家拉自己家地里边去，他不拉我谁拉呀？俗话说得好，屎来客不容缓，拉在哪里？拉浴缸里边，还得泡澡呢。万幸出门带着纸呢，拿几张报纸，简简单单铺地去。就这儿吧，哎呀，也憋不住了，哪受得了啊？蹲半天了，好家伙，穿多少条裤子呀？啊？穿多少不知道，脱到最后蹲都蹲不下了，跟坐便一样。拉吧，啊，拉痛快了，这么多条裤子一条条在地上，都穿好了。
一条一条在脱，怎么又脱了？刚擦的，都擦干净了，最里边那条裤子扔了，裤子多就是生事。但这抛尸怎么办？他拉不回来，这抛尸你得处理一下，不能在这放着。他拉一抛，我拉一抛，上厕所跟扫雷似的，拿这抛尸在这儿躺，何去何从？有马桶好了，就是有马桶扔马桶里，有马桶我拉这儿干嘛？有道理，吃了它，还得拉出来，自产自销。酒店外扔去，一楼是餐厅，又把邻居以为上菜，拿这抛尸在屋里丢。去哪儿呢？到厅里边儿，一抬头看见我那窗户了。我们那窗户是落地窗，我们那时候住海景房，屋里看很干净，我也看还方便，也是不知道，外加也是着急了。哎，有钱的，天助我也！大爷顶住了啊！走，啪！我们俩都傻。壁画，他愣着呢。海景房没窗户，还不如得睡死咱俩呀！弄下来吧，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，太恶心了！这半夜是怎么睡觉啊？这个他这又无从下手，正不知怎么办了。有人敲门，打开门一看，是服务生进来了。家人你好，先生，给您简单的介绍一下，我们是高档酒店，很多设备你可能不太了解。您四位到卫生间，有没有发现一个问题？没有马桶，其实并没有。我们这个马桶是隐藏式的，在墙里边，这一个按钮一按，马桶从墙里边出来。我们这样为了省地方，而且看着特别干净啊。这样还有一个问题，说一下，您四位来厅里边，您这个房间设计特别好，您非常海景房。为了方便观海，玻璃每天都会给你打扫一遍，保证是窗明几净。您可以看一下外边的海景，意想不到的。先生，冒昧的问您一句，我是不是来晚了？您多关心他，这俩人四不消就怎么着的？人苏老师还那阵儿聪明，当时从口袋里拿出1000元，叫到苏生手里，这是1000元给你，闭嘴，别把这说瞎了，这事儿太丢人了啊！而且我也是一个了不起的演员，我名叫苏和松，我是为人不相信演员，我说不当啊！这个千万别说，给您说出去，对我们这个团队影响都不太好啊！谢谢您了，甭管您管不管，我弄上，谢谢您，真客气客气，人家苏生给我送着1000元。2000元交到兄弟手里，大哥，我给您2000，你能告诉我怎么拉上去的吗？感谢二位的精彩表演，下一位朋友们，希望你精彩演出。